佢乔装改扮，佢其貌不扬，佢高深莫测，大醉侠。连番恶斗，场场精彩。郑佩佩，拿着。陈红烈，恶话。不管是花雕、高粱，一杯在手，我什么都忘。斗智，斗力，为情难敌。国际名导演胡金铨。合情经典巨制，边个系深藏不露嘅天下第一高手呢？请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我叫醉猫。大醉侠。你看见过这个吗？他因为父亲与奸相赵文华害死。他替父报仇，刺死了奸贼，朝廷下令通缉，也不知道逃亡到哪儿去。什么人胆敢闯上飞鱼岛来？我是江南李月，叫你们岛主出来会我。李朋友，我屠千秋已经恭候多时了。朝末年，王朝作乱，晋王受帝诏，带领十三儿子出兵剿乱。十三太保，人人争功杀敌，亲如兄弟，亦反目成仇。我派从孝调度，你服不服？兄弟相残，这是谁的主意？姜大为，狄龙，大哥，大哥饶命！金汉，谷峰，充满刚人之气的暴力美学之作，开创香港新派武侠电影之先河，一代武侠电影宗师张彻呕心沥血之作，倪匡武侠原著小说改编。大家对号，这是我们兄弟间的事情。十三太保，绿林好汉不打不相识，过关斩将封疆界业，英雄气短情更长，绝不会忘记我们兄弟之情。狄龙、姜大卫、陈官泰、景丽，一招刀剑泯恩仇。凡是阻住我去路的东西，都要把它踢开。大导演张彻动作巨献，清朝四大奇案。刺马，你就是当年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。正是在下，法如姬。拿下梁山好汉，全伙在此。要不是拼命三郎劫了发场，陆员外今年五十，已经问斩。黑爷爷带走！你可是陆员外家的浪子燕青，是我又怎么样？你们不是他的敌手。你这败坏国家、害百姓的贼，给我报仇！
下手。梦星魂像流星瞬间出现，任务完成，人间蒸发。杀手本来就没有命。孙小蝶，温柔多情，为爱抗命。蝴蝶像爱情，它美，它短暂。孙玉博，雄霸一方，所有人都要他死。朕的宁愿相信敌人，也不要相信朋友。杀手与蝴蝶邂逅，是朋友还是敌人？一场江湖斗争，谁能救谁？古龙原著，楚原导演，宗华、景丽、月华，创下奇情武侠风格，《流星蝴蝶剑》。会新舵主，你是谁？我就是红花会的陈家洛。我们红花会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帮会，但是恩怨分明，绝不会滥杀无辜。红花会弟兄，上！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楚歌四起，敌我难明。多情浪漫，欲走还留，来去无踪，暗香浮动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楚留香。杀他！他们要杀我！仇敌要他身败名裂，掀起一场江湖斗争，腥风血雨。武侠界的007狄龙根本不算是人，与无花和尚月华斗智斗力。楚留香，你真爱管别人的闲事。三位神探俏娇娃：苗可秀、贝蒂、李菁。侦探推理紧张悬疑的武侠经典，楚留香。你怎么会来？我是来杀你的。天涯路，夜归人，纵在天涯也断魂。刀枪相见，天涯变魂。今天你来，也等于是送死。过关斩将，亡命天涯。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公孙。计谋算尽，不择手段。他是出名的美人，多少王孙公子都拜倒他的石榴裙下。狄龙、井丽、罗烈、田丽，为什么我不能动手？因为一动手，先死的还是你。天涯路上天断魂，古龙原著，楚原导演，《天涯明月刀》。这是一件你绝对想不到的事。我就是恨他没用，所以我要他埋在这万丈深渊的下面。这里有两壶酒，其中一壶是有毒的。早几天回来跟迟几天回来就完全不同。天我此剑出匣悲鸣之日，就是武林浩劫之时。
呀，泪痕剑果然名不虚传。大主，你来干什么？如果不是你杀他，雪杀令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面？今天也不知道谁杀谁。你现在也学起做生意来了。嗯，这个人是个好汉，好功夫。天下武学总会在少林寺。要成为武林高手，必须经过最严峻的考验——少林三十六方。少林武艺共有35门，你准备从何方学起？那我愿从第35方学起。你能够在短短的5年中，在少林35方修炼成功，真是智星可嘉。一个武术天才震撼少林，奋勇对抗朝廷的英雄故事。功夫大师刘家良代表之作《少林36方》。一场由女人惹出来的大祸。哟，你怎么早进来了？李楼，你以为是谁？要男人赔上最大的代价。我哥哥怎么会娶了你这样的人？不然的话，他的徒弟怎么能在我的床上呢？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北郊金华寺，那闹鬼啊，去一个死一个。闹鬼，我们俩去见识见识。在电影史上留下最美的鬼故事。你什么人？半夜三更闯进人家院子不算，还要私入闺阁。请小姐万分原谅，我因为听到琴声，又看见这首词，兴之所至，忘其所以。乐蒂，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表的吗？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10几年了。我不是人，我是鬼。赵雷，今晚3更，姥姥要来伤害你的性命了。你为什么帮助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我被老妖威胁，除非先是能不显鬼魅，否则沉沦苦海，又难超生了。倩女幽魂。